各位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 Vivian 老师的英语课堂，我是你们的 Vivian。 好，那今天呢，呼噜他们班啊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叫做小能人。大家啊都纷纷坐在一起，然后晒自己能干嘛哈。有的同学说我能拎起一大桶水，有的同学说我能骑车，有的同学说我能放风筝哈。总之围绕一个字，能。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主题定下来了，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文里面的能啊，如果对应到英文当中呢，那就是哪个单词啊？对了，就是 can， 对吗？ I can， 我能， you can， 你能，所有人都能， everybody can。 那到底今天的小能人这个称号要给班里的谁呢？那孩子们邀请我们去观战，我们不妨一起去看看，但是还是得借助我们的宝贝魔盒呀。快穿越到呼噜他们班里去哈，让我们默念目的地几次来的？三次半，对吧？好了，准备好，到呼噜班里去，我们说几个字哈，到呼噜班里去，哎，刚好六个字，那到呼噜我们就穿越了，准备好，到呼噜班里去，到呼噜班里去，到呼噜班里去，到呼噜走。噔噔，说来就来，这波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大家都已经在操场上站好了，准备一决高下。那么我呢，作为主裁判哈，特邀嘉宾呢，今天要评判出谁到底是这个小能人。当然屏幕前的你也可以参战哈，如果他们秀出来的技能你都会，比如说呼噜说我一口气能吃两个汉堡，哎，你也能，那你就跟呼噜打平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在我们比赛之前必须要呐喊我们的小能人口号哈。那为此呢，薇薇专门给大家创作了一首小能人之歌，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Come on， 噔噔。 Alright， so can you read after me？ 来，跟着薇薇先一起试一下哈。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这念的是要非常有力度哈。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sing songs。 What is sing songs？唱歌，对不对？ Sing 唱， songs 歌曲，唱歌， sing songs， play games 做游戏，对吧？或者打游戏。 Learning is fun， learning 学习是一件 fun 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哈。所以第二句我们一起来念， sing songs， play games， learning is fun。 我太酷了。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重复一遍。Show us what you can do. Try to be number one. 哇，最后这两句我最喜欢。Show us， 哎，给我们展示一下吧。Show us what you can do. 秀一秀你能做什么。Try to be number one. 争第一。好，这首我们的小能人之歌哈，我们要一起大声的把它唱出来哈。来 ，one, two, three, go.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Sing songs, play games, learning is fun.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try to be number one. 好了，那薇薇现在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来熟悉一下哈。一会儿呢，我们要一起再次唱响我们的口号，准备进入我们的比赛了。来，十秒钟。10, 9, 8, 7,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All right, 准备好了吗？再次唱响我们的口号哈。I can, you can, one, two.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Sing songs, play games, learning is fun.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Show us what you can do. Try to be number one. 好，你能不能成为 number one 呢？有信心吧。好了，那大家开始秀各自的本领了哈。我们不妨来一起瞅瞅吧。哇塞，这群孩子太厉害了。首先这班长先出来说话了，嘿嘿，我先秀一秀吧，我先秀一秀。I can 什么？对对对，哎呀，全是挖空的，完了。有些同学一下懵了，这班长在说什么呢？注意，班长手里面拿着一个字母卡片，实际上他有一把字母卡片呢，他能够把字母打散的字母
按顺序组成单词，也就是说它能够拼单词，这个能力你有吗？肯定有，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看 I can 什么呢？拼单词，组合单词叫做 make words。 注意了这个结构 make， 那你觉得应该是哪个结构呀？对了， A space E 结构，非常好。 make words， OK， 稍等哈。 make words 单词嘛， W O R D S， 对吧？ So make words 用什么来组单词呢？用字母呗。那首先必须有一个 with 伴随，是不是？用，所以I with these letters， 我们说了用一些，那这些叫做 these， 长音的 e space e 结构，对吗？ These letters， 注意字母 letters 非常简单， l e ter ter 怎么拼呢？ e r， 非常好。 So I can make words with these letters，我可以用这些字母来随意组单词，不信你给我出一个题吧。我还真得出一道题考考，来准备好了，我随便出一个哈。赶快，谁能把顺序组成，然后告诉我是哪个单词？出来了吗？嗯，太棒了，看谁速度是最快的，应该是 B I R D 小鸟，答对了吗？好，第二个，准备，再来一个。这个超简单，什么？快快快快快！对了，钢笔 ，pen， 非常好。看来你们也具备这个 make words 的技能了哈。第三个，准备，想一想，来一个难的。嗯，想到了，准备啊，想到了。嗯，这有点难了，你看这么长，有人造出来了吗？快点快点快点，好，太棒了。 S O O T B A L L football， 有多少同学造出来了？那你就跟我们的班长一样啊，是个拼单词达人了。 So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短语啊，叫做 make words with these lettersMake words with these letters， 我能够用这些字母组单词，太厉害了，这是一项本领，不错哈。来，下一位选手，哟，这班里最爱读书的人拿出一本书来说，我呀能读书，并且呢我一下子我一口气能读好多。来， I can 读书超简单， read books 非常好， R E A D books， 来 B O O K， 对吗？ I can read books， 我能读书。 Can you read books？ Of course， all of us can read books， 所有人都能读书哈，这没什么稀奇的。 OK， 下一位，哟，这个声音最好听的，唱歌最好的女孩出来说了， I can sing a song， 来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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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哎，短音的 E，Sing a song, S-O-N-G, 对吗？ I can sing a song, so can you sing a song? 你能唱歌吗？可以，没问题，是不是？这也没什么稀奇，但是你能唱好吗？比如说，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然后开始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好，你顺着唱就可以了。那你具备不具备这项本领呢？一拍胸脯，具备，能唱特别好哈。 I can sing a song， 那你要注意了，这短语叫做 sing a song， 非常好， sing a song， 非常好。好， keep going， 下一个，下一位，哟，这个姿势，这是什么姿势啊？跳舞的姿势，对吧？ I can dance， how to spell dance， D A N C E， 非常简单，对不对？跳舞。那屏幕前有些男孩，哎呦，这我可不行，这是女孩的强项，你看，那你就不行了哈。I can dance. Can you dance? Yes, I can. No, I can't. 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答啊。好，下一位是谁？哇塞，
这拿着画板就出来了，看来这能画画啊。 I can 什么 this picture， 后面肯定是 picture 没问题哈， P-I-C-T-U-R-E 对吧， picture。 那怎么着 this picture 呢？你看他拿了很多颜料，很多颜色，看来他是要涂色对吗？涂颜色叫做 color， 太棒了， C-O-L-O-R 对吗？So color this picture 叫做给这幅图画涂色。我们最爱干这件事了，只要见到黑白的一张图片，总是想用水彩笔给它涂色，对不对？属于这个本能的反应哈，特别想给它涂色。 So I can color this picture， I can color this picture。 So can you color this picture？ Yes I can， No I can't。好了，那我来出一道题了哈，看看你具备不具备这项本领。来，哎，展现练画功的时候来了。嗯，我最喜欢画画了。哒哒哒哒哒，哟，嗯哼，嗯哼，哒哒。怎么样，微微画工不错吧？哎，还没完呢，还没完呢哦。嗯，再画一个这个。嗯，太可爱了。嘿嘿，好了，准备好了，现在让你涂色了哈。Look at this picture carefully, okay? Can you color the tree yellow? Can you color the tree yellow? 找到位置了吗？哪个 tree 对不对？要把它涂成 yellow 的哈，你只要标一下就行了。Can you color the tree yellow? Yes. So can you find the sun? Can you find the sun? Yes, I can. So can you color the sun blue? Can you color the sun blue? Yes, I can. 太阳我要蓝色的。All right. Now can you see a river?Yes, I can. So can you color the river red? Oh, I can, I can. R-E-D, red. Now, can you see a bird? Yes, I can. So color the bird. Color the bird orange. All right, I'll color it orange. O-R-A-N-G-E. 假设现在我们涂上颜色了哈。Now, can you see a cloud? Yes, I can see a cloud in the sky, right? So can you color the cloud? Color the cloud purple. Yes, I can. I can color the cloud purple. Good. Now the last one. Can you see a house? Yes. Can you color the house, black?Yes, I can. I can color the house black. Now, look at this picture. It's very beautiful. 这幅图片非常漂亮哈。好了，那如果你能按照 Vivian 刚刚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做出来，那就说明你具备这个 color the picture 的能力。你具备吗？ All right, so color the picture, 涂颜色，对吧？或者叫涂色都可以。好，这个不错啊，我喜欢这样本领。哎，下一个，这个人可是咱班的背书之王，什么意思啊？背什么都特快哈，比如说刚刚那个咱们那口号，他一下就背下来了。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来，他说 We can say a chant。We can say a chant。那 say 非常简单了，就是说呗 ，chant。Say a chant， 说儿歌。我们会说儿歌 ，I can say a chant， we can say a chant。这个能力还是有些同学不是特别擅长的。比如说，那你现在给我说一个儿歌吧，必须是英文版的。嗯，一下难倒好多人。刚刚我们口号就可以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singing songs， play games。接着呢，后半句完了。忘了，就记着一个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啦。All right， 好吧，回过头来再去背哈。Say a chant 不错。好，接下来
这个牛了 ，we can 什么？哎，这两个人手这样子，然后又这样子，然后又这样子，然后学那些动物。哇塞，看来他们的模仿技能非常的强，你觉得呢？比如说，现在我说啊，你来模仿小猫，要表演动作，而且要表演声音呢。小狗，小蛇，小兔子，大老虎，小鱼，小鸟。那如果刚刚我说的这几个你都能做到，那你也能得这个小能手的称号了。它叫做 mime the actions， M-I-M-E， mime， 叫做模仿 mime the actions， A-C-T-I-O-N-S， 稍微有点难了。mime the actions 叫做模仿动作，你可以吗？你可以啊，那刚刚我说这几个你都应该能做下来吧。mime the actions， so can you mime the actions？ Yes I can， No I can't， 当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说了哈。好，接下来看看人家拿起一个小牌，牌上有好多问号，代表人家要给你猜谜语了，对不对？人家会猜谜语。 I can tell a riddle， tell 说 T-E-L-L， a riddle， 哎，短音的 E-R-I-D-D-L-E， 对吗？ Tell a riddle means 猜谜语。 Can you tell a riddle？ 你会猜谜语吗？那你先猜一个我听听。哎，我也听不见呀。哎，那还是一会儿我猜谜吧。好吧， I can tell a riddle， 我会猜谜语。那这样本领你有没有哈？ OK， 好了，这个全班展示到此结束。现在我们来做个简短的总结，一会儿好来评选出谁是咱们班的小能人之星哈。来，首先第一个，根据这么多字母能组单词，这个能力叫做 make words with letters， 对吗？ make words with letters， 一起来看一下 make words with letters，用字母组单词，这样能力你有没有？有的话你可以在讲义上打个勾哈。好，第二个，哎，这个 read books， 看书， I can read books， Can you read books？ Yes I can， No I can't， 根据情况来回答。下一个，哎，唱歌，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Can you sing a song？ So can you sing an English song？ 你会唱英文歌吗？那要根据情况咯。 Now next one， dance， Can you dance？ Yes I can dance， No I can't dance。 OK， now next one， color the picture， color the pic， Can you color the picture？ 想一想。 Now next one， we can say a chant， I can， you can， everybody can。 OK， say a chant， 说儿歌， say a chant， 说儿歌。好了，下面一个 ，we can mime the actions， 我们会模仿动作 ，mime the actions，mime the actions， 注意后面这个单词 ，actions，t i o n 是一个组合，等你学到自然拼音二级的时候就知道了，它发 shen 的音，所以它念 actions， 叫做动作哈。Mime the actions 叫做模仿动作。好了，那最后一个是 tell a riddle， tell a riddle， 那么 tell 叫做说，没什么问题， riddle 叫做谜语哈， tell a riddle 叫做猜谜语。好了，那说到这儿了，一共是 1,2,3,4,5,6,7,8 八项技能哈，有哪些技能你是敢打勾的呢？来，第一个考考你，第一项本领 make words with letters。 好， Vivian 给你时间一分钟，赶快想想这是哪三个单词呢？